狗不吃不喝没精神怎么办怎么治？赵义强，职业兽医师。当狗狗不吃不喝没有精神的时候，多数提示狗狗出现了一些疾病的问题。通常来讲，如果日常饲养比较规范，精神状态比较好的狗狗出现这种情况，有可能和受凉、体温上升、发烧有关系。此时主人可以在家里先用体温计顶在狗狗的大腿根内侧，顶得紧一点，测五分钟。如果皮肤的温度是37度到39度之间，则属于正常；如果高于39度，属于发烧。这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带狗狗到专业的宠物医院进行检查治疗。此外，因为是狗狗发烧，所以通常不建议使用人用的一些退烧药。而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或者年龄比较小的狗狗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则额外要考虑有没有一些病毒性的传染病或者一些内科疾病。